你礼服呢？你这一会儿怎么进去啊？我就不进去了。你这得带舞伴才能进去，你不知道吗？感情我是个工具人是吧？怎么了？林律，你过分了！待会儿你进去跟别人表白，我还是你的舞伴，多尴尬呀！哎，不是，我们这不是……好，你别说了。 给你。不是，这什么呀？还不够是吧？好。不是五月，这什么情况？难道还要我帮你说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林律。柠檬。这是。 柠檬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也不是没有这个意思，是一开始有这个意思，但是今天没有这个意思，我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个意思。谢谢你。什么？你和吴越知道我告白失败了，特意安慰我的，对吗？我也没事了，我终于踏出那一步了。踏出哪步啊？ 第一次鼓足勇气告白，就被干脆利落的拒绝了。啊，吴哲那个臭小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谢谢你了。放得下。嗯，比想象中的容易。你也可以试试。我也是被拒绝了。 我已经没有资格拒绝你了，林律，你好好想想，你心底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加油啊！ 我真傻，怎么现在才发现，真正在意的人一直都在我身边呢？吴越，吴越，臭林律，臭林律，臭林律！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人家都双宿双栖了，你还在这里带雨葬花。 也不想见到你，吴越，从小到大怕过什么？不就是表白吗？那个幼稚鬼都敢，我有什么敢的？不行，这个太好看了，他不配。怎么了？在这儿，辣脚催花？ 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被拒绝了。嗯。你别吓我，你该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？我只是明白，我跟他之间就不是那种喜欢。不是那种喜欢。我太傻了，其实我早该发现。 我还辛辛苦苦的帮你布置了一下午，还说我呢，我邀请某人参加舞会啊，结果给我搞这一出。你当时真的是邀请我？不然呢？你找人帮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舞会送的冰箱贴，跟你哥那边的大屁股简直一模一样。我想着吧，咱俩搭档，顺便把奖品给领了回来。 就为了个冰箱贴呀、啊？
对啊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可不可以请你跳支舞？